白羊是不是？想要不？想不想要？嗯。摸一下，摸一下大大的腿，摸一下。哎、要不要？摸一下，拿手摸一下，不能打。羡慕吗？嗯。叮叮叮。大家好，我是涛子。大家好，我是蜜。今天是10月6号，嗯，大家国庆节是不是已经那个结束？好多人应该要上班了都。嗯。胖嘟嘟看到我跟蜜娜拍视频啊，他也不由自主的跑过来，和大家站一起，站得很整齐。那你打个招呼，大家好。说，大家好，我是胖嘟嘟。今天天气也不下雨了，嗯，这两天韩志兴一直在住院。要不要今天我们去看一下他？嗯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嗯、想了是吧？想了。我穿暖和。我虽然不下雨，但这两天我们这边降温了。嗯。11-12度。冷。冷得很，可以穿棉袄了。嗯。他吃辣椒了。吃啥了？吃辣椒了。你吃辣椒了吗？啊？你看嘛，看他吐出来了。他吐了。来过来，我冰冰过来，过来，赶紧冰冰吹下嘴来。太猛了吧！吃，嗯，吃一下就不辣了。嗯。你有房请个坐呀，坐车去。你走行吗？坐，进去。我捏你。坐，进去坐。没哭吗？没有。这小家伙现在尖得很，知道吧？嗯，爸爸带跟我带不走。嗯，我然后哄着他，我说走，带你去玩。放在那里，他看到那个玩的哦，嗯，就开心了，我就偷偷跑回来了。哎，我们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来到县城了。嗯。给孩子去买点好吃的吧。好多东西，生病了是不能吃的啊、哦。那你看吧，有啥不能吃的？我也不知道。买点吧，买点不能吃，等一下弟弟玛丽可以吃嘛。嗯。啊。这菠萝蜜汉子清也挺喜欢吃，然后他们换着给你吃，你也喜欢吃，我也喜欢，甜吗？可以，可以啊、嗯、那买一点。这是今年的第一口甘蔗啊，甜吧？可以。你多吃点，我感冒了，我少吃点。太甜了，不能吃多。啊。来到医院了，这医院你应该没有来过啊、哦。我来过呀。来过吗？来看妈妈呀，妈妈住的就这个医院。上次妈妈住院住这里是吧？嗯。对，这是我们那个中医院，很少来，一般像韩子欣他们生病啊、哦，都是住在那个。妇幼保健医院的，从那边进吧，这边进不去。弟弟来接我们，然后去那个住院妇还要开车的吧？你现在嘴里面聊。那么远。医院还是比较大。只有一个吗？那边那儿童病区，他单独放最后面。这是那个成人住的，大人住的，哦、小孩子在最里面。嗯，走上。刚睡着。嗯，那天我坐这里是蚊子咬的，不是长。长痘痘了。蚊子咬还咬？对呀、啊。咬的蚊子咬的。然后我听到有蚊子飞来飞去了，然后我以为是发的。他是睁眼睡觉，有的人眼睛就是半睁的就睡着了。这样睡觉很害怕。嗯。这来个贼来个小偷看到都不敢进来，以为他没睡着，你看，是吧？嗯。那我们回去吧，韩子欣刚睡着，嗯，估计要睡两三个小时，睡起来都快晚上了。哇，这怎么从医院一回来就开始又在这弄床了都？我就天晚上睡觉睡半天也睡不着，把我冻死了。太冷了。太冷了。然后电热毯铺上了。对，铺上了，不铺上我睡不着。你现在怀孕要睡少睡电热毯的，没事，我还要睡觉之前我先擦一下嘛，嗯，然后
我睡觉的时候挂一下。不擦，不擦不行、啊，太冷了，睡不着。让我买点那个，从网上你买的那个，就是热水袋、热水壶那个。热水袋是啥呀？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袋子里面装点热水，嗯，然后它可以暖好久。算了，麻烦的很。那有啥好麻烦的？不麻烦。万一那个破了。破不了，质量好点的就不会破。你要帮忙吗？要给达达帮忙哦。你说我帮忙睡觉。狼奔，狼老，来转过来，转过来，来站这里来，狼奔。狼老，碗里偷偷，供水，又把药。这两天降温了，特别冷。冷不冷？我们中国冷，冷，温度特别低。